Hello， 各位的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1年4月23日，星期六。今天来园子里面，再来追踪这一颗软地小蓝莓。我们发现呢，这软地小蓝莓呢，开花哦，完全都没有中断。它新长出来的一个枝叶枝梢呢，末端又来了非常多的花。那其他的在底下这边呢，也长又长了一些新的枝梢，看起来还蛮能适应的。不过它能撑多久，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这颗软地小蓝莓呢，之前种下去的时候呢，有依照呢一些好朋友的建议呢，帮他施用了一些硫磺合剂了哈，那稀释水了哈，然后去帮他做一个浇灌，让他听说这样啊哈，可以让他的土质呢可以有弱酸性的土质哈，对蓝莓的生长是比较好的。那也有一些我们的好朋友呢，觉得这个是不可行的哦，所以两派的说法，所以呢，我们继续观察吧。好，那不过呢，今天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上面有一颗手果，哇，现在有一只蜘蛛在这颗手果的上面。哦，它想要干嘛？想要吃吗？好，因为今天呢，我到家乐福呢有买了一盒进口的蓝莓，那个个头哦比这个大很多，那颜色跟这个差不多哦，就是深紫色的。那个头比这个大好几倍哦。那我们今天呢，打算把这一颗熟透的蓝莓呢摘回去。那待会呢，我们回到家之后，就来跟我们家乐福买的那一颗蓝莓来做一个比较。我、哦、来做一个比较，看看不管是外观呢，还是内部的一个结构，或者是它的味道，来稍微做一个比较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摘下来。刚刚你看，在园子里面拔草哈，手呢指甲里面都是土，没关系，我们摘回去之后再洗。好，那再做一个比较。OK， 摘下来。好，这个是这颗呢是我们自己种的软地小蓝莓成熟的样子哦，看起来蛮不错，蛮可爱的。哦，之前有吃过了，酸酸。哦，酸酸，稍微酸酸甜甜的，哦，酸酸甜甜的。那蓝莓呢？听说它对眼睛非常的好了哦，对我们的那眼睛的视力哦有帮助。所以呢，小朋友有可以的话、哦，让小朋友多吃蓝莓是不错的。好，我们带回去跟家乐福买的那个蓝莓来做一个比较，走吧。Hello， 各位朋友，那我们回到家里了。我们现在呢，将在冰箱里面拿出这个早上我们在家乐福买的这个国外进口的蓝莓哈、哦。那这样一盒呢，也是有125克。那我、早上买好像是一盒，50-60块的样子哦。现在比较便宜了，我先把它打开。好，这样一盒。那左边这边这颗。哦，这一颗右边的哈，右边这一颗哦，小小的这一颗是我们刚刚在园子里面，哦、还记得哈、哦？我们刚刚在园子里面摘下来，我们自己种的啊，干的尖哎，软地小蓝莓。那你看这个个头啊，就差那么多了。外观哦一样，颜色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哈、哦，一模一样。好、哦，颜色是一模一样，外面又有一层果粉，一层果粉，只是这个个头呢差太多，我们拿。这个我们在家乐福买的这个进口的、哦、拿一颗来跟他做比较，你看，来，好、哦，比较下来，你看，一颗抵好几颗啊！哦，进口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其实这蓝莓算是一种蛮娇小的水果，那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更小，哦，差不多它是1/3大而已啊、哦。而且它的那个果子的形状哦也不太一样哦，那个进口的这个呢，它前面的这个开口哦比较大，那我们这个是比较小一点
那其他的样子其实还蛮像的，口感不知道怎样。好，我现在呢先切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剖面的一个状况。我先来切看看，把它切开颜色看有没有一样。好，这个是进口的蓝莓，切开之后是这样子。进口蓝莓切开之后这样子，先放旁边。那我们自己种的软地小蓝莓切开，来打开，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我们把灯光打开看看好了，来，有没有办法拍灯？有，来开个灯。好，灯光打开了。好，你看，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颜色是这样，有点绿绿的哈，里面看起来比较清楚。好，我们再拿一下我们买的，看起来好像也都差不多，看起来都差不多。好，那口感呢？我们先吃一下买的这个，好，买的吃看看，不错吃。有甜哦，有甜味。好，我们灯光先关掉。有甜味。好，换我吃我们自己种的。味道有差。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比较偏，有点果酸。我比较有果酸的味道，所以好吃程度，不瞒你说，是买的这个比较好吃，个头大的买的这个比较好吃。那我们自己种的呢，那个稍微有点果酸，有点果酸，那有蓝莓味道，但是味就是酸味会偏重一点。那市场上买的这个呢，是比较甜一点。我这是一个。比较甜一点，所以呢，蓝莓市场上买的这个，那个口感啊，外观啊，远远胜过我们自己种的。不过还是种一颗吧，那个比较稀有的水果，我们还是种一颗。或许哪一天知道它怎么栽培管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种的又跟这个一样大。其实也不太可能，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同品种大家如果上网去搜寻，其实蓝莓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有些人有在收集它的品种在种植大家去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得到有些人就 类似我们蓝莓种好多种品种好多种品种。好 ，OK， 蓝莓呢我们比较陌生了也比较不会栽种那还是种一颗试试看。OK， 那综合下来，这一颗小一点，这个类似我们刚刚还是比我们自己种还大了，但是这颗也算是买的里面比较小的，不过还是比我们大。综合下来就是说，如果你要吃蓝莓的话，种一颗，蓝莓不是那么好照顾。那如果要吃多一点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市场上买，因为市场上买的这个，我觉得蛮好吃的。OK， 那今天呢把那个田里面自己种的蓝莓呢来跟市场上买的这个蓝莓来比较一下不管个头呢味道呢然后那个个头味道都还是都市场上买的这个比较优。 OK，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吃到这个有点酸，好像不是每一颗都甜了，再试试看。这颗就比较甜，比较大颗的比较甜。OK， 拜拜。